下饭店去，大爷，俺不想吃，俺不想喝，我就看上你三轮车了。你去这个吧，你去这个。哎，给你了。你不能白要呀，大爷。哎，我给你拉这最近咱村名人了，咱是网红，大爷。哎，我给你拉了个赞助商。哎，来赞助商，给咱打下广告，兄弟，你看这个，给大爷握握手。兄弟，要不然都拉着我捧个天去了。你看，连给我握不给我握？哎，给你握不给我握？我个多少人都多。你是网红，我不是串户，我说这个串的，是的。大爷，哎。 这个给你换个新的好不好？你想，你说要不要？要的话，哎，我心里就大伙花钱不反驳。哎，我就去这个。大爷怪敞亮，不想让大家伙花钱。哎，人家给你赞助，咱也不能白赞助，咱为他拿来的。不叫大伙花钱，费县的，费县舞阳。费县舞阳，那咱朋友们都想你支持大爷，咱不那些粉丝们也想支持支持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这个地址在哪里啊？ 费县建设路，就是原来那个新大洲本田店。在那里啊？哎，北京对面。我都没记住，再说一遍。家家要超市对面。家家要超市对面。哎，对。大爷，哎，你真给我了吧？嗯，谢谢。真给我了？啊，那我骑走了啊。哎，骑走吧。交车仪式正式开始了啊。 有那个费县舞阳，管用。上车，还有我上吗？我上吗？你看，你看，这个车骑到南外环都回来吧？能，没问题。骑到南外环都能回来？是。哎呀，大爷，我告诉你，地儿南外环可好玩了。南外环老好玩了啊！ 大家的车来了哦！两秋不大，创造神话。全部下给三分钱。哎，大家的新车开始了啊！这是赞助的啊，五羊电动车赞助的啊。 漂亮啊！好嘞，那都留个电话了。哎，小同学，可以换了啊。能不能？哎，那还能不能？那是啊，还有加载有什么？啊，这个现在，哎，有现在减下来行，可以啊。这不有你们在这吗？百年后动力强，环保车，选五羊，恭喜大爷喜提爱车。 成为中国的五羊电动车车主，拥有五羊一生辉煌。大爷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发动。然后购物五羊电动车啊，我们这边赞助这个地方有一箱啊，欢迎大家都来购买啊。那个选大品牌有保证啊。来。 来，哎，我这刚被拉回来的，我这咋弄呀？哎，大爷，你赶紧弄不动，能不能？再上个人，再上个人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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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来，大爷别悠啊！ 大爷旧车不属于他了啊，他不该，换新的了啊。哎，大爷，这都回家了是吧？挣了一天钱了，曹姨等着你呢。赶紧，回家了，大爷，走吧。啊，我曹姨还要等着走呢是吧？哎，大爷骑着那个心爱的五羊回家了，感谢五羊的老总赞助。